加速吧，乘着风向前冲，我的座驾，来吧快出发，拼搏吧，去面对那挑战，从不惧怕。 Say no， 有你在身旁，并在继续闯，风驰电掣乘风破浪，燃烧着热情，开走吧理想，对手全甩掉，向前冲，向前冲，驰骋赛场，赢下每一次冲锋较量，加速度这气势不可挡，超越自己从不彷徨，金粟梦在心中闪着光，向前冲，心情明红，向前冲，小英雄。今年的南大陆超竞速大奖赛总决赛即将打响，哪五支车队将角逐冠军的归属呢？他们就是帅气与默契并存的风云车队，年年进入决赛但从没登过领奖台的淘气车队和海潮车队，南大陆顶尖赛车实力的代表燃点车队，最后是来自东大陆的冠军超星车队。超星必胜！激动什么？不过是进入决赛而已。辣椒味的牛奶更让你激动了吧？什么？清风和飞云被绑架了？啊？什么？奇怪，为什么坏蛋特意说明只能我们两个人前来？放心，不三不四在外面跟我们做好里应外合，不会有事的。记住了，等会儿如果有危险，你先离开，我来断后。不行，我。什么人？你们不是被坏人抓起来了吗？实在抱歉，为了确定你们可以前来赴约，我们撒了个小谎，这里并没有什么绑匪和人质。什么？你们这也太乱来了吧！你是海潮车队的炮交？没错，就差你们了，跟我来。啊？我们聪明又伶俐，我们长着厚脸皮，我们只在乎胜利，我们赛车手无敌，我们就是哪怕使用阴招损招大绝招也要打败三杰俱乐部。是啥俱乐部？失败者俱乐部吧。太伤人了，给个面子行不行啊？来来来，我们坐下聊。南大陆超竞速大奖赛的领奖台已经被火虎、电狐、风鹤霸占了很多年，我们都变成了陪衬。为了打败三杰，大家决定聚集起来打破垄断。现在总决赛只剩下火虎一个人了，只要我们四个队伍联合起来，就能彻底打破三杰称霸南大陆的时代了。这怎么可以？有什么不可以的？难道你们不想击败火虎吗？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赛车精神，我们绝不可能答应。我们可是诚意十足的邀请你们，你可不要给脸不要脸。既然都是车手，那就该以车手的方式来决定到底听谁的，岂不是比你们现在的争吵来得更有意义？哼，提议是好，不过在比赛前就拼尽全力的话，岂不是直接便宜了火虎？我倒是有个好办法，这里有很多散落的零件，不如我们就地取材，利用那些零件来一场无动力滑坡比赛，
既考验驾驶技术，又考验了动手能力，如何？来呀，谁怕谁？我们一定会让你心服口服，以公平竞赛的方式。时间不多，我们就直接两人一辆车子的组队方式来比试吧。好。无动力赛车，单纯依靠重力驱动，不允许组装任何动力装置。这里就是专业的无动力飞车滑道，有着齐全的防护措施，大家可以放心。按照跑完赛道的时间决出名次，如果无人冲过终点，滑行最远的车队为胜利者。正式比赛前有一次试车机会，请好好利用。我们先来试车，给大家做个示范。哇哈！我还没上车。秦风，前面！不，我没事，只是，不，麦秆太扎嘴了。谢谢你的安全撞车示范。还是看我们的吧。趁现在。没错，我们必须借助其他方式完成过弯。快让开，快让开，到我们了。笑吧，等会儿让你们笑不出来。好了，所有人都试过车了，抓紧针对改进，一会儿开始正式比赛。无动力赛车比赛正式开始，飞云，抓紧了！飞云，帮我！看我的！哇，太刺激了吧！这才是你应有的水准！哼，正常发挥罢了，低调。糟了，刚才紧急避险，让车子失速不少。你们车子刚才散架了，真的没事吗？别开玩笑，我们已经加固了，出发。莹莹，这次你去控制方向盘，我坐后面。嘿，这个方向盘这么差劲，坐哪里都一样，你们输定了。别理他，我们出发。
用身体重心对抗过弯时产生的离心力。幸好真有你的。真够勇敢的，厉害。啊，嗯，我们需要更高的速度冲上去。好，这是目前为止最好的成绩了。速度太快，冲太高了。这样真的好吗？想要击败火虎，必须借大家做垫脚石。这次居然变这么快。什么？赢了，我们赢了。小怪，把车停下呀。我好像没装刹车。你啊，靠作弊手段获得胜利，你们真的觉得开心吗？只要赢了我就开心，不择手段又有什么关系？火虎固然强大，但能进入决赛和火虎匹敌的你们同样不差。如果你们未战先认输，大可直接弃赛。如果你们坦然给自己冠上失败者的名头，就别当赛车手，因为不配。对，我们是赛车手，有责任维护赛车竞技的公平正义。或许这个为了打败三杰的俱乐部根本就不该存在，我们走。喂，你们驳斥他们呀？我也觉得他们说的对。这该怎么办呀？框架材料接近极限，不能再加大马力了，否则要散架的。必须得加，不然怎么跑得过火虎姐姐？相信我，听我说。系统失控了。哼，叫你不听我的。早知道这么严重，你就该让这姐说服我嘛。生日蛋糕到电子曲，今天是谁生日？哥哥，是你吗？我们俩同一天出生的，只是你比我晚5分钟而已。也不是我，更不是雷鸣大叔。别跑！不会错的，今天肯定是新泽的生日。是吧？真的吗？要不问问新航？不要那么麻烦了，我这就去把蛋糕取回来。哥哥，赶紧收拾收拾，腾出场地布置生日派对吧。对，必须赶在新航回来之前。新航看到蛋糕应该会很高兴吧。
挺稳的。蛋糕拿回来啦！哇！冰峰，冰峰！冰峰，冰峰！哎呀，你们别闹了！云云，我想先看看蛋糕。嘿嘿，本来是要留给星航亲自打开的，看你们布置的这么辛苦，就先让你们看一眼吧。哇！冰峰，冰峰，漂亮的惊呆了吧！哇！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意外，这是个意外。我回来了。是星航，这下该怎么办啊？不行，这样他会伤心的。你们快去拖住他。啊？为什么是我们？我们的车子还没修完呢。哎呀，那不然现在这个蛋糕怎么给星航嘛？我要留下来重新做一个蛋糕。哎，这样子我们的工作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啊？大事不好了，星航！刚才我们运送备用零件，发现雷速音爆油有个关键零件丢了。在哪丢的？快带我过去一起找。在那边。走。放松，把蛋糕拼回来没那么难的，就跟把零件组合成整车一个道理。开始吧。你们也觉得我很厉害吧？别哭别哭！找了这么久都没找着，要不还是回去吧。要不算了。其实真相是，真相就是，说不定还有我们看漏的地方呢。我们已经没多少时间能浪费了。备用零件就让雷鸣大叔再去定做吧。哎呦，找了这么久，肚子好饿啊！哎呦，饿得我都走不动了。啊？可这里哪来吃的呀？这不就是了吗？你怎么知道这果子能吃？它有没有毒呢？没事的，没事的，这种果子我们在东大陆也看见过。没错没错，这又不是毒蘑菇。可好吃了。我的肚子。我要上厕所。我就说嘛，不仅是蘑菇，野外的任何东西都不能随便乱吃。没想到做蛋糕比组装赛车难多了，这样还怎么给星航过生日啊？你们想要试试？那好吧，就让你们试试，我会在旁边指导的。什么嘛，原来你们这么专业。哇，巧克力奶油蛋糕，简直太完美了！为了确保口味适合星航，我得尝一尝。这巧克力酱怎么会有股怪味？天哪，谁会吃加了机油的蛋糕啊？你们怎么不先跟我商量？
呀，蛋糕是给新航的，不能按你们的口味来。还是交给我吧。好啦好啦，你们别闹了。别哭别哭。哎呀，都住手。好累呀，车子都还没修好呢，这可怎么办啊。新航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我们还要修车，今年就不陪你了。新航，生日快乐。今天不是我的生日呀。什么？那今天到底是谁生日啊？还有早上的蛋糕是谁订的呢？事实上，今天是小机器人们的生日。别怕别怕。什么？居然是小机器人的生日。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部落他们的出场日期恰好是5年前的今天。啊，车子你们都已经修好了？对不起，小机器人们，今天你们的生日我居然忘记了。还让你们帮我们把车子修好了，怪不得你们今天对蛋糕这么感兴趣。我是想着备战的日子太紧张了，想让大家放松一下，刚好又到了小机器人们的生日，才订的蛋糕。没想到我们摆了个大乌龙，一起工作生活了这么久，居然还能忘掉小机器人们的生日。对不起，我又搞砸了。幸好这次失误不是在比赛上，所以说我们还有改进的机会。多留意队友的反应和感受，心里要有队友的位置，这才是真正的团队配合哦。是队长。是队长。那么严肃干嘛？赶紧给他们开生日派对吧。别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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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些小机器人总喜欢模仿大家，他们根本吃不了东西的呀。怎么样，生日会都开始了吗？这怎么回事？